不可称之，是妙观察之。称是称赞，无法称赞的。这是第六识。此智呢，观察不可称尽。无量无边的境界，这不可称尽啊！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：为一切法如梦啊，如幻如梦，非有非无，立言绝虑，非著言者所能称量，是故名为不可称之。这实在是不容易。如果不读大乘经，你决定不知道，你会把一切法都当作真的。